韩哥找你借2块钱，你答应了？啊！你他妈哪有钱呢？你答应人不是窜点呗？这么好装逼的懂事，这不叫装逼，动人后面你不动，就飘了爹。虚的，你啥呀？你别管里边啥呀，面子真是不行，外面是一辈子。人家过生日送你3000块钱的，他过生日你就给人还3000块钱就完事了。格局，我董克出来混要的是面子，我必须随贵的，我随4000。兄弟们，重新认识一下，面上人，董克。